加减速，加减速，一般不锯条的，这个是电机的一个加减速度，基数，这个就是不要铁扣，就是光剪线，要铁扣就是夹纳线，你或者不用这个，对吧？客户只需要去管这个，然后可以拍这里，正常去切也可以啊。不要正常，它切你按它干嘛？你按启动，那也折过来也剪掉，这个是折到了，对，就对到中间就 OK 了，就 OK 啊。